你越打压朝鲜，朝鲜就越硬，所以现在是这么一较劲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日本说了，日本说我出来，我先发制人，说朝鲜你下一步你要敢再发射导弹或者是进行核试验，我先发制人。嗯，日本要是敢挑头搞这个，韩国就得折腾日本，说是我们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民族啊，你日本鬼子怎么又来了呢？有你什么事儿？韩国他现在是个矛盾的心思。